以下节目内容为辅导级，未满十二岁之儿童不得观赏。十二岁以上但未满十八岁之少年，叫你爸爸妈妈来陪你听节目。你要烦恼什么？我要烦恼一下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大便？这个我已经烦恼我很久了。好好好。好我已经三天没大便，然后我昨天回家还去买了优酪乳，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喝开水哦，喝开水哦，然后也都没有大便。喝完开水想说那个 Seven 冰拿铁，我每喝必会拉，然后我又喝冰拿铁，然后也没有用，就是完全没有用。你要要命效应的那颗药，还是要一个可以帮你做任何事，包括晚肠的机器人？广播剧现在开始了。你要要命效应的那颗药，还是一个可以帮你做任何事，包括晚肠的机器人？我要 Bradley Cooper 帮我晚肠。你到底要要命效应的那颗药，还是一个可以帮你做任何事的机器人？等一下，你知道最后大丈夫又要拍三了吗？你到底要要命效应的那颗药，还是我要机器人？我要机器人故事才可以开始。你要男生还是女生？啊？你要男生机器人还是女生机器人？男生机器人，女生机器人。男生，我要男生，男生。男生可靠可靠可靠，笑屁啊！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好像是在想，我稿子上写的是男生还是女生，我不可以选错啊！不是，我是想举例，男生机器人有谁，然后女生有谁？男生机器人有谁？就是有那个变人哦，就是那个长得很和蔼可亲的那个男的 ，Tim Robbins， 什么中文什么？提姆罗宾斯哦。不是啊，跟罗比不是罗宾威廉斯，罗宾威廉斯，罗宾威廉斯，男没有女生机器人啊，男生机器人还有裘德洛哎、欸、，AI 里面没有女生机器人哎、欸，女生机器人哦，没有，好，我要男生继续，那没有女生哦，想不到啊，那就女生，等一下音控我们在录音，你不要讲电话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说我要男生欸，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我要，机器人是故意要跟我唱反调，我要长头发。好，长头发。你很烦欸，我觉得这边句子不太好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接下来要问你，就是你有没有逻辑概念？可是刚刚变很难做梗欸。什么是梗？就是一三五，你知道接下来要接什么吗？八。你继续啦，你继续。你要大眼睛还是小眼睛？大眼睛还是小眼睛？大。好，一般人的五倍大。你在哪里听到我要讲五倍大？你说大大大大大，你刚才学我吗？到哪了？你不要闹啦！那接下来你还问我什么？继续啊！哦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你要问我机器人想要什么星座吗？我不要那个。我不要双鱼座，也不要水瓶座。机器人，你管他星座干嘛？你有病啊！你很烦，你是不是想跟我吵架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想跟我吵架？我的三围是咳咳，大家都知道我的三围哦，32G、22，还有34。请问你想知道我三围要干嘛？想泡你。第一集。你要三只手还是三条腿？等一下，你说机器人吗？你有吗？你有三只手，还是你有三条腿？你隐瞒你的性别这么久了吗？你的第三条腿有多长？你有第三条腿吗？我第三条腿小小的。你第三条腿在哪？他有穿袜子跟鞋子吗？他有时候会穿上一层保护膜。等一下，这
我不要，我要个正常的，可以吗？我不要腿，不要手。你这样我很困扰。你要三条腿还是三只手？我不要你那个小腿，我要三只手。它要长在背上还是胯下？等一下，长在胯下是什么意思？长在胯下就跟世界上一半的人一样。我要长背上，我要长背上，背上。我建议你装胯下。你问我，然后又要建议我装胯下，那你到底是怎样？我希望你舒服。哪里？你想想胯下。等一下，胯下，胯下有一只手。我收回，我收回。等一下，你是欧马克是不是？不是。那你是欧阳菲菲 ？Love me， 我觉得这边不需要唱歌了。等一下，你要模仿像一点好不好？很难哦。Love me tonight， 我不会。那你是欧阳龙吗？我是大安区市议员欧阳龙，不是，我不是他。哎，大安区是你的，你家的。对啊。那你说你不是欧马克，那你怎么会住大安区？等一下，大安区有这么多人。对啊，不是欧阳菲菲，也不是欧阳龙，只剩下三个小女孩，欧阳弟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欧阳妮妮、欧阳娜娜、欧阳弟弟哦。Hello， 各位叔叔、伯伯、阿姨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弟弟，他是欧阳娜娜，他是欧阳弟弟，请大家支持我们的爸爸。我不是欧阳家的人。哦哦。你是欧德阳，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。不要闹，我彻夜胡闹，跟寂寞胡闹，我知道我自己有多渺小，我不再重要有多么重要，永久情绪是我。